索尼四月份的会免游戏很有诚意，麻布仔大冒险 PS5 和 PS4 版去年年底上的 PC， 现在在 Steam 上还卖379人民币。这款游戏叫再次遇见你，今天4月4号首发入的 PS 一档会员，今天它也会登录 Steam 卖108。另外 PS 版本比 Steam 版本能早玩几个小时。第三款游戏叫铁尾传奇，如何领取这三款游戏？首先进入会员，在这行最后一个叫每月游戏，麻布仔大冒险就不多说了，画面声音 PS5 手柄的手感都很不错，我之前也买过后来卖了，支持1到4人游玩，但是难度有点高。另外它还可以远程合作，这我尝试过，俩人都要有这款游戏的本体，另外都要有会员，可能都得用加速器。 Meet Your Maker 再次遇见你，这是一款新游戏，我体验了一下，这是一个建造类外加第一人称射击的游戏，在游戏中每个关卡都由玩家设计，里边有很多迷宫，有很多陷阱，说简单点那就是一个我的世界外加一个类似于 Quake 3的游戏，另外还要加上魂系列的那种恶意，这里边恶意满满，一不留神就 over。 对这类游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，毕竟只有6.7个 G， 像这种在线多人合作的游戏最好给它来一个加速器，比如这个迅游加速器的旗舰版，因为在我们玩这种多人联网游戏的时候，连接的服务器都是在海外，网络质量和网络速度都是不稳定的，如果用这种加速器的话会比较稳定。和各位分享一个小福利，进入迅游的 APP， 点击更多，点击续费，右上角有一个兑换会员，输入666，然后再点击立即兑换，这样呢可以获取5天免费游玩时长。